好玩耶。哇，好神奇，可以这样吹气耶。哦，上帝有声音，我们家可想是这个，有点像史莱姆实验的一个道具，看起来相当酷。那在节目开始之前，提醒大家一下，我们每天切到影片早已直播周四秀，记得按一下订阅，还想到时候通知，才不会错过我们最新影片哦。对，因为观众都说没有收到影片通知，应该是你们忘记按下订阅还有小铃铛全部通知哦。那我们开始，开始吧。超随性的美国包装耶，直接丢进去，它全部没有塑胶袋，就是这样子。说明书、本书，看一下怎么组合哟，组合一下。它附的视频是啥？不知道怎么组，就是这样子。你要看说明，这边有说明。这样子。说明书在这里，没有没有，不是啦。然后这样子，这个。OK， 科学怪人。嗯？哦，这个是在最，这个要先装。这是装在里面，这样子，然后这个是把它那个泡在里面，对，应该是。哦，这个是这里。好酷，可以这样。完成，它是可以吹泡泡，它装电池，要装电池。这么大一个窗户，你猜几个电池？我猜四个。等一下，它是要大颗的。Oh my god， 这电池要去哪里买？那我们可能要先去买电池。这个是什么？乘以四颗呢？我们电池买回来了。这好吃电哦，这个东西。偷取史莱姆，然后压在 A 跟 B， 选两个你要的颜色。它是可以吹泡泡的史莱姆。可以，你要放一下，抽一下。它就是要抽，你看它是这样子抽史莱姆起来，抽不起来。可以耶，我抽起来了。我们的史莱姆塞在这个地方。哦，你抽这么多了。可不可以做一个七彩的？哦，神奇的，来来来，我先来来。哦，泡中也好哎！哇哇，翻车了！哎，这是什么史莱姆？好神奇，可以这样吹气耶！史莱姆直接丢进去，它也会泡，对不对？会有出泡泡。这个拿走，它不会影响它发挥。哦，对哦，炸出来了，炸出来了，炸出来神奇，第一次用这种方式玩史莱姆，颠覆了以往的史莱姆玩法。怎么了？烂了！怎么了？你把东西玩坏了。你全部都加进去了。
吹泡泡机，没想到史莱姆也可以这样一直吹泡泡，好像还蛮吸压的，还蛮可怕的这个。但是它不会黏，其实还好，可以一直无限的玩这个泡泡。哇，好多！它会从这里孵。哇，好大颗！哦，好大颗溢出来了，大颗了。它的名字是这样子而已 ，Nickelodeon 之类。大家喜欢也可以去买玩看。美国的亚马逊找到的，这就是今天看向的全部，我觉得非常好玩。如果喜欢这类型影片，欢迎按下订阅，还有小铃铛的所有通知。这个我们是每天晚上7点都有影片周一直播，周四秀词。就明天晚上7点见哦，拜拜，拜拜。哦，好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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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颗好大哦。哦，怎么大？超大，哦，破了。